南非是一个贫富悬殊、治安极为恶劣的国家，在户外随时有机会遇劫，但有一班华人为了生活远道来到南非居住，更有传道人来到这边建立教会，服侍和牧养这里的华人。中国传道人系列《心系非洲》7月18日星期六晚上9:30。